一条神秘的举报线索引出一串火速行动。单位了解了以后，没有人知道他到国外去。挪用3900万巨额公款在国外购有别墅，嫌疑人是否已经外逃？今日说法为你播出火速追击。这里是今日说法，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。2008年2月21号。江苏省扬州市检察院接到了一份来自网络上的举报，反映扬州市交通局有一名叫王勇的科长挪用了上千万的公款，还和他的妻子一起在国外购买了别墅，而且他很有可能会在近期外逃。那么这条线索到底是真还是假呢？检察人员马上介入了调查，通过我们的一个技术到加拿大证实有这个房子名下是王勇的夫妻的。王勇51岁，一直在扬州市交通局工作。一位国家公职人员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在国外购买别墅？看来这条举报线索极有可能属实，情况十分紧急。如果王勇外逃，将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。检察院决定迅速兵分两路开始行动。一条线就是派一个组到相关的银行、金融单位来查找王勇的这个存款或者是汇款记录，另外一组就是到公安机关查找王勇与肖伟的出入境记录。信息很快反馈回来，在银行的一组工作人员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，而从公安机关调查回来的情况却令人担忧。以往他应该多次到国外，单位了解了以后，没有人知道他到国外去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。按照规定呢，国家公职人员出国的话都应该是报单位同意的，可是为什么王勇多次出国，他的单位却一点都不知道呢？而且更让检察人员紧张的是，他们到王勇的单位和家里去找他，却发现他已经不见了，而且他的妻子也不见了踪影。他们会不会已经听到风声外逃了呢？紧急思考后，检察长果断下达了立即追捕嫌疑人王勇的指令。我们呢，首先这个查找了这个最近的航班，就是从国内飞往加拿大的航班。检察人员分析，从扬州出发到加拿大，王勇很可能从上海浦东机场乘机。于是，侦查人员迅速与民航方面联系，但是却没有查找到王勇购买机票方面的信息。侦查人员还是不愿意放弃这条线索，于是一方面迅速赶赴上海机场，一方面通过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与上海联系，请他们帮忙布控。我们首先发现，就是在2月22号下午2点40分左右，有一趟飞机是从上海浦东机场直飞加拿大温哥华。此时已经是接到线索的第二天，也就是2008年2月22日上午10时，离飞机起飞还有4个多小时，而从扬州到上海还有几百公里的路程，要想在飞机起飞前赶到，时间就非常紧迫。我们派了一组人马，这个迅速的朝浦东机场开车过去。我们赶至上海浦东机场的时候，已经是这个下午1点半钟。侦查员们终于在飞机起飞前赶到了机场，但是还有1个多小时就要起飞了，却依然没有王勇购买机票以及办理登机手续的信息。难道他会选择别的地方离境吗？但是侦查人员判断，也不排除他在最后时刻突然出现的可能。他们焦急地等待着。那么过了10分钟，1点50左右，机场公安就出来了，2个人在办理登记的时候，被这个公安带到了这个边检办公室。终于在王勇夫妇最后时刻登机时，被机场公安人员请了出来。当场，检察人员就在他随身携带的箱子里有了重大发现。这是2008年2月22号，我们在上海浦东机场将王勇抓获之后，从王勇这个随身行李里面扣押的一些书证。这些书证证实了王勇挪用公款之后，为了这个归还挪用公款的这个钱，这个与这个挪用公款的使用人所订立的一些书证材料。证据显示，嫌疑人王勇私自挪用3900万元工程款给工程承包商使用，截至案发时，仍有1078万元没有归还。那么，一个交通局的科长有什么权利能够调动这么多的钱呢？那么，就觉得这还是起初还是王广田。王勇提到的这个王广田是一个个体承包商。因为经常承揽工程项目，与王勇相识。1997年，国家投资50多亿元建设江苏省淮江高速公路，王勇担任淮江高速公路指挥部财务材料科科长，负责工程材料的购进以及资金的拨付。此时，王广田也承包了该项目中部分石料的供应。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哦，你们俩是怎么成为朋友的？就是搞工程嘛。按照国家规定，对工程承包商的资金拨付应该采取货到付款的方式，承包商供应了多少量的材料就给付多少资金。但是，作为项目指挥部财务材料科科长的王勇，又是如何执行这一规定的呢？实际上，其实根据刚才我所说的，就是量还没出来，先预付了。由于有交情在，王勇不顾国家规定，在承包商王广田还没有提供相应的工程材料的情况下，就提前付款给王广田。在1年多的时间里，一共预付资金3900万。先预付了，这样有风险吗？有风险。是什么风险？哎，这个风险嘛，就是说，如果说我预付给他，如果他量出不来，很可能资金就回笼不回来，这个就导致你资金要流失。啊，这个是风险。当时，有没有隐隐约约，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存在？当初还没有。王勇说，最初他相信将大笔的钱提前预支给王广田不会出现什么问题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工程款出现问题了呢？那你拿着这些钱干什么去了呢？有时一部工程款，它有些需要有些投入的。另外，你呢，后头工程据说做了以后，也有其他投资项目了。原来，王广田拿着王勇预付给他的国家工程款后，投资到自己开的大酒店等项目上去了。而这些项目，王勇也心知肚明，甚至还和王广田一起去考察过。完全是用了这个整个淮江的这个桥梁与市场，还有的他。把钱搞到他那个临港一个大酒店，当时临港大酒店准备起个龙湾大酒店，刚刚开始搞，他也要我去过，我也去看。那这个项目上对他有什么好处呢？他支持了我们以后事情成了以后，假如有今后收益了，肯定我们也不会忘记他吧。计划当中也是有回报的。原本打算啊，如果酒店等等投资成功了，王勇就能够获得相应的好处。可是没有想到，最后却失败了。预付的3000多万的工程款，可就真的出了问题。那么这些钱又该怎么还呢？这个时候，王勇呢又想了一些办法，做了一些事情。这些事情啊，使他是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。他就是说，整个搞去贷款，实际上这个贷款也是一种，就是说。什么呀？跟吃东墙补西墙嘛。嗯。对。救火的样子。救火。说前面你到时间要还，赶快把这个贷款把那个贷款还了，就是整个这个转来转去的。为了防止事情败露，堵上前面的漏洞，王勇又以单位的名义做担保给王广田贷款，然后拆东墙补西墙，用这笔贷款偿还原来的材料款。没办法。人不是人，鬼不是鬼，就这么天天盯着他们要钱。那么，王勇是不是像他和王广田所说的那样，仅仅是为朋友义气在做这些事情的呢？检察人员进一步调查，又有了新的发现。那么事实上呢，在事后，那么王勇从王广田这个地方，一共受贿是180万。王勇的妻子肖薇在扬州市一家银行担任副行长。侦查人员发现，王勇正是通过他为王广田办理的贷款。在办理贷款的过程中，肖薇有一次留下了其中的一笔100万元，没有给王广田。有肖薇出面的下来，在他的银行办理，因为他就把这钱花走了100万。那凭什么100万就不让他还了呢？他对我们有这么多的那个帮助，是吧？啊，实际上就是他的意思也很清楚了，那我们他要了就把他算了。随后，王勇又以同样的方式从王广田处拿走了80万元，变成吴清公家的80万，最后这个钱呢也并到整个这个吴清的现在的总和上去了，总数字上去了。那么案发之后，通过我们检察机关的努力，已经追回了780万，就是还有300多万的这个挪用公款没有被追回。除了挪用公款和受贿，办案人员还发现王勇和王广田还从采购石料上做文章，从而骗取巨额国家工程款。通过我们审查，犯罪嫌疑人王广田与王勇等人勾结，骗取这个淮江高速指挥部的这个工程资金，那么采用了这个虚增石料的方法。经我们查证，已经这个证实的，他们是虚增的石料将近是4.5万吨。这些都是王广田所承包的工程上所用过的采购石料的单据。侦查人员通过详实的调查，发现王广田虚构了200多张假单据，从而骗取500多万元的工程款。那么这个假的这块跟真的这块也是搅杂在一起，能够把这个工程款就回去了啊，那贪污就得逞。你贪污这个钱都谁拿到了呢？贪污这个钱应该说现在是这个都在王广田那边，王广田他有一部分钱用于了他归还，就是欠王勇的挪用公款无法归还的这个钱，一部分就到他的公司里面了。2008年11月8日，扬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挪用公款罪、贪污罪和受贿罪对王勇提起公诉。同时，犯罪嫌疑人王广田为谋取个人利益，利用王勇的职务便利与王勇共同犯罪，也以涉嫌挪用公款罪、贪污罪被提起公诉。目前此案还在审理之中。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中央党校的林哲教授。林教授您好。你好。那我们看到现在呢，王勇他是因为是国家公职人员被提起了公诉，那王广田他的身份是一个个体的承包商，为什么也会因为涉嫌挪用公款罪啊、贪污罪被提起公诉呢？因为在这个行为中实际上是共同犯罪。共同犯罪呢是指我们的刑法的第25条规定，它指的就是共同故意犯罪。它一般具备3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就是2个人以上，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具有共同犯罪的行为，他们彼此联系，互相勾结，对危害的结果起到了共同的作用，第三个特点就是他们的行为是互相配合的，他们对于犯罪的结果他们是了解的，但是他们采取了放任和追求的这样的一种做法。我们看到王勇他是一名交的干部，这么大笔的挪用国家的建设资金，而且呢在挪用的当时其实并没有马上就有权钱的交易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为什么敢这么做？因为有利可图。表面上看起来2次的交换都是权力和情进行了交换，第一次是与友情他的好朋友进行了交换，第二次呢是跟与亲情进行了交换，而在2次的权情交换的背后，我们看到的都是权钱交换。所以他这种所谓的感情其实都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，目的还是为了金钱。对。那我们也看到哈，这起案件啊，不仅涉案金额巨大，而且呢，时间的跨度呢也是比较长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还是接着再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。采访中，记者发现王勇最初作案是在1997年，那么为什么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竟然没有被发现？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呢？这个你明白，这个因素很多，这个一方面就是这个监管不力，这个王勇他们这个所开设的这个淮江高速公路这个账户，应该是工程已经结束了10年，但这个账户依然开着，这个所以这个作案的时间跨度比较长。第二个嘛，就是这个财务这个制度没有得到这个执行和落实。该案件侦查终结后，检察机关就该案件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，向当地交通部门发出了司法建议函。那么，交通部门落实的情况又如何呢？现在我们加强机制，内控机制这个再进一步完善了。林教授，根据您的研究哈，像这样的违法犯罪到底怎么来预防？那就是需要对每一个环节都把这个环节扣紧了，并且有相应的监督制度的配合。那比如说，它是一个材料科的科长。那么材料科科长在很多的材料的进出的过程中，他只要签字，他就签字就会发挥效力，也就是他有这个签字权利、批驳的权利。那么他这个权利谁来制约呢？就需要专门的制约。这个制约首先必须有个制度完善，就他签了字以后，由谁来审核？并且呢，对他签字以后所产生的这样一个行为的后果，谁来进行监督？材料是不是到位了？应该有人，而且应该有汇报制度。那像这么大笔资金的进出出和去去留留哈，是不是也应该经过一个非常严格的审计的程序啊？对啊，就是你的投放的去向。就是你的这个投资的去向、方向以及它的运作情况，这个一定也需要专门的制度和专人来进行专门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这个事件发生的过程当中啊，有很多的漏洞。这漏洞呢，有些呢是用制度设计上的原因造成的，也有一些呢是因为制度执行的不够到位所造成的。我们也常常说，千里之堤啊，溃于蚁穴啊！一个小小的漏洞，可能到最后就会造成是无法挽回的损失。所以呢，也希望有关部门啊，在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以后，一定要吸取教训，能够真正的堵住漏洞，不要让国家的投入就这么白白的付诸东流了。同时呢，那些手握权力的官员们，也一定要请你们慎用手中的权力。好了，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，谢谢林教授今天参与我们的讨论。明天同一时间，今日说法，再见。